我台风杜斯瑞啊会接近台湾哦。我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主持人金山气象，气象和主持人金啊。我台风杜斯瑞啊形成之后啊，走得非常的慢啊，但是今天速度快了一点啊，因为太平洋高压有点在慢慢减退当中啊。它走向西边的时候会慢慢接近到菲律宾，但是两天过后还有一个特别现象是，菲律宾啊退得特别远，所以这里开出一条路来啊，它往西北方向急速加速当中啊。目前虽然离台湾还有1300公里啊，不过几天过后后天呢、啊，这开始往西北方向来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是下个礼拜左右、啊，就有可能发生那个什么海上台风警报了。不过这个是气象规划部哈。我们看它目前走的方向是偏向西啊，但是啊，上次来到东京啊，130度啊，没有这个速度的地方，这边离台湾大概有1300多公里啊。不过当它来到台湾附近的时候，有可能是到15度左右啊，气象值是这样子跑。预计系统认为它会登陆台湾啊，但是 GFS 认为它不会登陆台湾。不管说它将来会不会登陆台湾呢，它还是在台湾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风雨非常的大。最近天气很热，这样也是好事啊、哦。不过大家一直期待说能够放台风假，毕竟台湾已经好几年没有放台风假了。不过台湾的护国神山存在，这个台风系统遇到护国神山，可能就会往东边移啊，所以放下来几率不高了哈、哦。不过啊，一切都要看台风系统怎么走啊，到底啊这个五号杜斯瑞会走台湾登陆呢，还是从台湾旁边轻轻划过呢？还是跟大家预测不一样，直接走南海路线，往菲律宾那边直接绕过到香港附近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。当然，预测它是往台湾过来，我们希望说它靠近台湾一点就好哈。到底啊，五号台风杜斯瑞会不会登陆台湾呢？请收看《主持人金山气象》，气象看主持人金，拜拜。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台湾竹千心。